Hello， 大家好。之前我们是跟葛瑞斯的小宇宙这个插画家联名合作了一个大童娃娃系列。等，你看我是真的有在用，所以都脏脏的。好，这个放在包包里面非常方便，就是包包就会变得很整齐。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它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叫做毛毛的系列。那毛毛它是一个外星人，它特别喜欢地球的美食，所以来地球担任 Stash 的环保大使。那这次呢，为了唤醒大家对海洋环保的意识，所以我们做了在海底的毛毛。对，然后又特别用了两个颜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来做，是不是很美啊？Stash 的细胶密封袋啊，是用白金级的细胶制成的。大家都说自己是食品级的细胶，但白金细胶是什么呢？白金细胶是平常呢，可能就是我们放在鼻子里面的填充物，鼻子里的填充物，所以它是非常安全，比较不会有化学反应的细胶。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可以装什么食物，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篇文章的下面有其他的连结，可以到时候去看。然后呢，也会再次看到使用方式。好，那这两款什么时候开卖呢？就是在3月1号的时候会在我们 Handstyle 的官网独卖。如果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卖，请锁定明天的 Facebook， 我们会放上链接，到时候呢就可以抢先购得这两款可爱的毛毛的海底世界 Stasher。